呢。嗯，我们就担心这个噪音、震动还有辐射的问题，特别担心。我们家现在离铁路差不多就也就不到50米的样子。我们家在铁路，我们家在铁路这个最就靠近铁路的那个楼。感谢，特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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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。你问他20米啊？就是，这是我的头吧？那你都别睡觉了。白天的火势，潮气何要？现在还纳闷儿。反对老天三月怀，明朝家。哪？你说的是老家话？不是，不是。刚才有一个，哎，对，没有。